这个围墙修建的比较粗糙，也就是在洞里捡的坍塌的落石，在外面随便去找了一下子。在传说故事中，200多米的悬崖洞被描绘成一个神秘而又充满魅力的地方，被一位航拍飞手在自己的自媒体上展示后，在网络上迅速走红。洞内的人为痕迹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。高不可攀的悬崖洞内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人文密码？天桥村在这里呢，有三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奇观。第一个是刀砍山，枪打眼，脚踩洞，就位于格什河峡谷的尽头。从山的那一边横切了30多米，这一步打了双点。这块下去就是200多米的悬崖，完了这一路就比较险了，洞口就在这个正前方。这个围墙修建的比较粗糙，也就是在洞里捡的坍塌的落石，在外面随便去找了一下子，长度就大概在10米左右。当当当当，哦吼，一眼到底，哈哈哈。但是让人很奇怪的是，这个洞是斜着往上的，而且一层一层的石台阶，这些地方明显的是人为垒砌的一个平台。哦吼，这里就是洞厅的末端，看一下这个洞厅的大体环境。也就是说，开线3小时，探洞5分钟。这一次又搞个寂寞。这里明显的是一个陶罐，哎呦，这是一个酒罐的耳朵，这块是个碗底。这个寓意着什么？还发现玉米芯了，这个玉米应该是古代的吧，这个产量好低的那个时候。哟，刨哥你这个呢？嘘，刨地骨牛据说1万块钱一斤。地骨地骨牛牛，清早起来喝酒酒，嘀咕嘀咕扭扭，哎，出来了嘞！哎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好大这个！看，它会倒着跑啊。这个值1毛钱？1毛、2毛、3毛。你们那里有没有说过，这个嘀咕牛它爬到耳朵里面就出不来，因为它是倒着走的。有。小时候我们老人家那里老人家经常教我们。不要放到耳朵里面去了。有这种说法。走吧。哎，他不屌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拍摄到此结束。关注我，下期我们更新脚踩洞。